跟你说什么？我相信你们家里有小孩子就有那种 baby 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说啊，到现在我都好喜欢那种 baby 哦。因为我们给小孩子玩呢，他们不会保护他，所以变成他常常弄到一段时间就好肮脏黑黑，哎呦，你看到都不想要，都想拎掉哦。我教你好方法，不用拎掉，就是用这个，将一条布，嗱，将一条布，挤一下，挤出来，挤出来，然后嗱，如果公仔的哪个部分肮脏的，拆拆拆拆拆拆，哇！因为我已经走过时间拆过，所以它很亮，所以很难。我又不想麻烦你们浪费很多时间了，所以你感觉真的很好。还有一个方法，那种东西其实上我已介绍过你们啊，这视频介绍过，可能你们没有留意看我的视频呢。实际上用那种呢啊，是什么好呢？是臭袜子 ，number one， 是底裤啊，还有是鞋子的边啊。即譬如话，我们买一双皮鞋啊，个边边咪好黑黑的哈，也是用那种来拆，不用橡皮这么麻烦，不清洁的橡皮用那种 number one 了。看到哈，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省很多钱了哈，拜拜。